比较专精的是内野啦，哈、嗯，他本来是一个内野手，可现在四分差距，打击轮到的是彭振敏，哇，林家伟上来等于四个打者都没解决。虽然说于德龙如果没有判断错误，能不能够接到，那当然也也还在说另当别论呐、啊、哦。只是说你一先往前一个判断错误，就完全接不到。对，如果没有判断错误，第一时间往后跑，能不能够接到，当然也还不一定。那球是打的虽然蛮深远，我不管怎么样，第一时间我们已经发现他就是判断已经错误了。现在拉米戈牛棚还有没有投手在热身哈、啊？哇，这个球漏的没有很远，二垒的跑者周思齐乖乖的停在二垒。我刚刚如果没有热身，没有投手在热身，我今麦的开下一定啊对哦，哎一点爱听啊，看到黄清志啊，对，投手也用球数有19球了，然后只有一出局的情况。黄清志搞不好包包都收好了吧？这是不能讲。我给你开个玩笑。这了不起，就是把手套再从包包拿出来。哦，不行不行，不行不行。哎，这对棒球就不尊敬了。没有结束的时候不能收包包的。我恰恰这个球挥棒落空。我刚刚有一个也可以比较的啦，就是刚刚那个球漏掉嘛，你看周思齐又停在二垒，还记得于德龙跑三垒出局嘛？哦，赶快的吼，对吧？就是捕手稍微漏了一下，当然漏的距离有点差别啦，我周思齐就可以，他就会评估一下自己。这一个球中外野方向，洪振明这个球打向火星，两分打点的全垒打 ，home run！ 火星加洪振明本季第6号的全垒打，两分炮！哇，现在紧张了，这两分炮加上去4-6。兄弟相对剩下2分落后，哇！这个比赛哦，看到现在林家伟走第九名了。你说兄弟的那个林家伟，对对对对，不是拉米戈，这林家伟，对对对，投打来讲哦，绝对是非战之罪了。但跑垒来讲哦，这是很大的差误。现在还在哦。Q 比林明宪教练哦，现在就会觉得那个跑垒差别还很大了哦。林家伟还有一脸无辜的样子哦。哇，不过真的朗尼哥的投手林。